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最新的罗布水晶，这是神秘四奥之一的赛迦奥特曼，它的属性是超人的超，然后这是一个白色的水晶。那你们知道赛迦奥特曼是由哪三位奥特曼变成的吗？让我们一起来召唤赛迦奥特曼。罗布水晶召唤出了赛迦奥特曼，然后来看一下这是哪一位奥特曼呢？哦，他全身是黑色的，然后有很多红色的条纹，他的眼睛也是红色的。那你们知道这是哪一位奥特曼吗？他好像是一只怪兽呢。他给我们带来了一张奥特曼卡片，这上面的奥特曼好像是赛罗奥特曼，那它是赛罗奥特曼的超限形态。这张卡片还会发出紫色的光呢。哈哈，赛迦奥特曼拿出了他的秘密武器，打败了这位黑色的奥特曼。哦，被打败的怪兽变成了一张卡片，他好像想要挣脱出来呢。那这一期的问题是，赛迦奥特曼拿出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呢？如果你们知道的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